问，旁边的玩，前面的玩。这次呢，是我们 MP 第一次呢坐这么远的飞机来到加拿大表演，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。而且我觉得呢，我们这次呢有一个身负重任的感觉，就是我们要把台湾的文化，还有台湾的原创音乐，还有我们 MP自己创造出来的音乐跟我们的故事来这边跟大家分享。这次呢，我敢说我们站在这里真的没有白来啊。谢谢你们，希望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回台湾了，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好吗？好吗？好。谢谢。你们都有看那个台湾的偶像剧吗？有。你有看过那个之前有一部叫做什么，有，我都还没讲哪一部。偷心大圣 PS 那有没有看过？有。那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有没有听过？有听过，等一下一起大声唱，不要像昨天的人一样都骗我。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
是谁？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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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，就是你的，做自己的人。